好了，现在的位置呢，我看看这是什么路啊，这条路我看不清楚，前面这是南京路，这是凯旋门大厦，看看啊，对，凯旋门大厦，然后看这里，这边有一个音乐厅啊，就前面这个白色的建筑啊，这也有很多拍婚纱的人呢，都是在这边拍照啊，这个时间段总感觉市区这边闹中取静，这边还在建设一些，爱建什么建什么吧，跟我也没关系。好的，先到这里啊。对，我们现在市区这边做这个礼让行人，现在做的是非常好的啊。好的，先到这里。